记录一下我这次要从德州搬家到加州的过程。是的，我终于要搬回加州了，超级开心的。那其实昨天算算，我待在德州的时间已经有3年半了，好不敢相信哦，这已经比之前在加州的时候还更惨了。就是在这边有很多觉得很无聊，然后没事做的时候，但是后来开始交到很多好朋友，认识很多人之后，才开始觉得跟这里越来越有归属感。现在要搬了，突然觉得有点感伤，因为我们现在东西收拾差不多了，明天就要准备做最后的打扫，然后明天我们就准备要带着我的所有的家当跟最可爱的宝贝猫，他们现在在后面，带着宝贝猫一起搬家了。那我们这次搬家的话是飞过去，我们不会做 road trip， 那老公也跟我一起来，我们就一人带一只猫咪，然后搭 Southwest。然后另外想提的，我觉得搭 Southwest 搬家真的蛮好的，因为 Southwest 每个人都有2个 check bag， 然后一个 carry on 跟一个 personal item， 所以等于说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带6件行李加2只猫。所以 we'll see you tomorrow， 我们今天要享受我们在德州的最后一个晚上。现在是我的行李的部分，看起来很 messy， 因为我还没有把它们完全封箱，我很怕我遗漏了什么东西。小朋友，你搬抢劳糕，啾啾！突然这边就没东西了。你会想念这个床对吧？然后这个家我会很怀念的地方就是这个窗台，因为这是我们猫咪的窗户，猫咪超级常在上面看风景跟睡觉的。这边是明天猫咪要准备上飞机为他们准备的东西，给他们一个头套，因为我问了兽医，他说如果可以把他们的视线给 block 掉，他们可能看到旁边比较不会焦虑。然后除了笼子之外，他们也建议说每只猫咪都要有一个牵绳，这个是小啾啾的牵绳，非常少女。然后这是转转的蓝牵绳，配他的蓝眼睛。可以接受了，你可以接受，至少我还在他重视的名单里面。你可以接受，谁？难道我听到你讲什么？我要拍照，我要卖车车，你要帮我给他拍照吗？美国这边有一个那种车的经销商叫做 CarMax， 你基本上是把车开来，然后他们会对你的车进行评估，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个估价。像是我的车，他昨天给我的估价是2000。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，你就基本上把 title， 然后你的人的 ID 带来，他就可以就是给你 check。所以这整个流程超级快的，应该其实不到1小时之内可以结束。灯塔人，舅舅好可爱哟！舅舅感觉不太爽，被鸡耳了。吐司猫，吐司猫。
还送奖，好好笑。好，结婚快乐，结婚快乐。哇，有没事都来找我玩。你在干嘛？在录音啊。洛琳。江江。Craft has arrived at the gate, and the captain has turned off the fasten the seatbelt sign. 我们现在降落了，然后最后一步呢，就是要等我们拿到行李，然后朋友来接我们，开大概40分钟的车上去我们家。因为我们现在搭 Southwest， 然后他停的机场是 San Jose， 那我们其实是住在北边一点，在 San Bruno 那边，所以有一小段距离，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把猫咪们放出来。然后这是我们搬来所有的行李。这个箱子，两个喵咪。是我搬来湾区的第四天吧，那基本上现在搬家的东西都弄得差不多了，该买的东西，然后该整理的行李我其实都整理差不多了，就只差家里要再添购一些家具来收纳，因为我们家现在 very messy， 需要再花一点时间把这个家变成我理想中的样子。然后基本上跨州搬家有几件要做的事情，像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收拾嘛，那第二个就推荐大家去 USPS 网站更新你的地址，这样万一有些信寄到旧地址收不到的话，他们会再帮你 forward 过来。这个 process 很简单，你就是去他们的官网输新地址，然后付大概1.1块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来 make sure 银行的账户地址都要改成新的。然后像我一样是非移民的话，有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搬家10天之内要去移民局的网站也是更新你的地址。那最后一件事呢，就是要去换驾照，所以我明天已经预约 DMV 要去换我的驾照，这好像也是搬来之后10天内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明天换完之后，我想所有跨州搬家的 process 应该都做完了。然后就是这样，我准备要来吃饭，我随便弄了一个提醒大家要来的时候一定要网络上预约，然后填好申请表，这样子就会快一点，就有点死亡。今天很多事，我们今天临时租了 U-Haul 要去 pick up 一些家具，有沙发跟橱柜。 U-Haul 一天租金是20块，然后除了10块以外，它会看你开多远，1.19。那如果你开1mile就0.79块。哇，
闻起来超级香的。你看我压的粉，不知道这压的好不好？你有。失败。